高精英仪不朽传奇，欢迎收看高精传奇。在咧顶一集的节目最后，出名的佛教学者高和尼居士来到了法务寺，在咧评调完法门中路了后，无意间被印光闭关的小房间门外念佛太师四个字吸引住了，引发伊想要拜见的好奇心。伊敢会当如愿见到印光无？而这位鼎鼎大名的法门外号晚年，唔那讲日本的信奉印光，也是印光弘扬净土宗的有力扶持。这段故事又果是怎样发展的呢？今仔日的高精传奇系列，我们要继续来为各位介绍印光大师传奇的一生。站在了四间房间头前，正准备要叩门的高和尼，一个听到法务寺新任的主持化定法师说里面有人在那闭关，一时之间他内心自然地产生了兴奋、紧张和期待等各种情绪。目前法务寺里唯一在进行闭关的僧人，敢不正是名声愈来愈响亮的印光？大家都学了印光的佛学造诣真好，德行高超出众，若是有缘可以见到一面，那绝对是高和尼梦寐以求的一大乐事。所以高居士当下就一而再再而三的拜托化定法师可以为伊引荐加印光会晤。这嘛请恕贫僧未用于做主，毕竟印光师是用真正虔诚的心踏实的真功夫在咧闭关修行，伊差不多断绝了一切外缘，就连法门中路之灭了，伊也是坚持初心，唔经踏出这个房间半步，参加道闭仪式。这种刻苦自立精神至今逍遥。高居士，你想要跟他见面恐惊的不容易。化定法师面有难色回答。高和尼听了后也不为难化定法师，只看到他双手合十地站在门口，用十分恭敬又够诚恳的语气温温地说，我学高和尼，因为累世业障深重，自细汉就饱受病苦折磨。好佳哉，佛陀慈悲怜悯，让我学有幸听闻佛法，得以忏悔往昔罪业，求得身心解脱。法师的大名，我学早就已经久仰多时，今日前来求见，并非有意麻烦您闭关修行，只希望请您可以为佛学开示一字指点迷茫。在咧边仔的化定法师看高和尼的生意杂俗，也忍不住对咧感慨讲：印光师，这位高居士参究佛法多年，乃是法门长老生前的风外之交。今仔日特别来普陀山悼念化文长老，却有缘走到这个官房前，你不妨跟伊见一下面吧。请望高居士看得起贫僧，你若想要入来坐坐咧，烦请高居士随意。化定法师的话拄才讲完，印光已经出声邀请了，这确实让高和尼意外欢喜啊！伊赶紧足细致的撒开茶门，走入去细间房间里，然后好奇的左边看卖哩，正边也看卖哩。
高浩尼发现硬钢的细菌房间内底只有简单的日常生活用品，一张眠床加一只旧的册桌啊，连一条椅啊都拢无。搁再详细四周围看清楚，衫间顶悬挂着几领单薄的衫裤，看起来朴朴旧旧，显然穿过了几落年了。桌顶放的要洗的纸，也是介绍上介绍，纸面真粗，留啊带黄的特做的粗纸。除了这以外，搁再也无假物件摆设。这样简朴清净的生活，予高浩尼看了后，自然为心肝底肃然起敬，赞叹印光的真修实学，不愧是普陀山精进人的楷模。印光甲高浩尼虽然是头一次见面，但是无定着是因为早年拢有被病痛缠身，而开始信奉佛法的同款经历。两人竟然话起啊，一个拍开都停未落来。这乎一向无介意甲人言辞交际，硬讲拢感觉到意外。彼此竟然会伫咧真侪符合义理的见解上这尼啊契合。然后高浩尼回访一个话，伊讲现今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佛学前几年。来到扬州的高明寺参禅，使我血液非浅，心得自性本心。印光听完，寥寥一点头，笑笑刷落去，开嘴讲：“六祖敢毋是也捌讲过，伊一切时自净其心，但是一般人要做得到，谈何容易啊？必须破学多闻。”通达诸佛理，才会当识得真如本心。待人接物，会当无人相，亦无我相，方可得智菩提。印光停顿了一下啊，又搁讲：业海茫茫，众生难以清除邪淫欲望。搁较有诵心白讲者，藐视佛力，最终焦地为业。所以，贫僧抱着万分惭愧的忏悔心，伫咧遮专修净业，虔诚念佛，只求早日了脱生死烦恼，求生西方。因讲这一席话，佛高浩尼听完了后，心中的感触十分的深刻。所以，伊马上决定要伫咧法务寺加挂单两天。看好甲印光搁较亲近，日高何年？这一个大都是规半个月。伊逐天那无都是伫咧普陀山上的各个寺院调香，那无就是甲印光做伙谈佛说法。一直到家参加完二月十九号观音菩萨圣诞纪念的法会了后，隔两天高何年？才离开了法务寺，临行进前，伊专工去向印光拜别。印光又搁给了高浩尼一段开示，伊讲：药无贵贱，病如疾凉；法无优劣，客机之妙。在世之时，人尽殊胜，地势如林。随修一法，皆可正道。积金之世，人尽落乱，地势稀少，若下净土，即木有解脱。通若是见思净尽，即生方便有余净土。分破无明，即生是报无障碍净土。无明净尽，福慧圆满，即生上即光净土。因此，眼下动机之法，绝非执着伫咧什么禅定开悟。最真切的修持，就是一心念佛，
仰仗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待业往生。即不论凡夫圣人，皆可同居于西方净土之中，断除见思惑、无明惑。印光开始发扬，深深地影响了高佛尼，和观生皆以善学的高佛尼，从此改为虔信净土法门，并且正做协助印光大师弘扬净土宗的得力护法。这一个法师，一个技术的志向上高，同心担负起如来家业，成就了中国近代佛教史上的一段大家阿耨的好事。念佛求生西方一法，乃华严一生成佛之末后一着，是十方三世诸佛因中自立，高尚利他之最胜方便也。佛教历代高僧一生默默修行，不求闻达四方。经典不朽高僧传奇节目播出之后，受到观众广大的回响，感谢您无私的爱心，让高僧传奇透过十方法界感动人心，请护持电视节目制作。话拨账号42274784，户名十方法界基金会。在了印光前后总共六年的闭关岁月当中，伊唔呐甲高佛尼经常有书信往来，高佛尼也会每隔一段日子，就来法务寺拜谒印光，聆听印光的谆谆教导，顺续将家己在外分游的时阵所观察到的众生百态、佛教发展的现况，转达予印光。同一个期间内，普陀山也阁迎来了另外一位高僧，迄就是中正天台宗法门的地贤法师。地贤法师是伫咧西元1899年左右，接受普济寺了仪法师的邀请，由上海龙华寺前来宣讲《法华经》。了仪法师甲另外一位真大法师，为了表达对地贤法师的敬意，所以建造了一座慧莲房，请地贤法师来遮住，作为对伊的供养。这真大法师尽管比印光少年了将近10岁，两个人却是无话不谈的莫逆之交。闭关当中的印光，就是为家真大法师的信件往来哩，知影地贤法师来到了普陀山的消息。印光早就对地贤仰慕真久，所以伊马上提笔写批予地贤法师，一方面探讨佛法、参证修持，一方面也分享家己念佛的心得。印光伫咧批里写讲：望法师七礼，当讲读到念佛宝王三昧论的随喜法门的时阵，就试着用这个方法调整呼吸，随着呼吸念佛。无外久，真正感觉妄念无搁再亲像以前遐尔汹涌翻腾。想必安尼日子一个久，必定有焚消雾散、贴近天日的时阵。搁较可见，古人早都预料着末世众生根基低劣，难以会当一心不乱，才会预先想好了办法。等到六年闭关期满了后，印光阁开始真欢喜地搬来慧莲房，甲地贤法师大作伙。了后，两位法师也伫咧温州头陀寺的委托之下，伫咧西元1904年时阵，作伙上北一行，为头陀寺请回了大藏经。印光才家己一个人重回法务寺，继续将家己的皈北身心
投入伫咧念佛三昧当中。为这了后，两位大师虽然真少有机会会当搁再相见，但是为因的通信里，不难看出充满了互相关怀之情，甲以佛法为重的精神。这场人心相印的佛友缘，同款流传为一段佳话。日子过得真紧，转眼之间来到了西元1912年，民国元年了。腐败满清王朝到甲尾啊，走入了历史的洪流当中。传统的中国佛教也伫咧新时代浪潮推动之下，展现出新的气象。各种佛教组织、现代化的佛学教育机构加佛教刊物，亲像佛后春笋迄一般的烧索出现。因有的目标伫咧培养符合现代工商社会的弘法人才，有的是伫咧宣扬新时代佛教，着爱积极入世，着爱有自觉觉他、自立理性的理念。还有的是借由开办佛教慈善机构，来让大众明白佛法的好处。方法无同，宗旨拢是希望会当救度伫咧芸芸苦海之中浮浮沉沉的众生，安慰因的心灵，超脱苦难。这一年应讲52岁了，回首往事。以出家半甲子以来，以为一名四处昏睡的苦行僧，到渐居在普陀山，一心埋首伫咧经藏修行净土法门，已经过了20年了。应讲为头至尾，保持着不求闻达、不怕世缘的信念，唯愿会当用尽毕生之力，签名净土第一义弟，倘好做上品往生诸牛之意。只不过当弘法世人的因缘来到伊的时阵，应讲就准做搁较不无俗世名利，依然无多逃避这份责任，不得不随机顺行。而看起应讲这些多种机缘的，也是高何年技术。这一回，伊来法务寺参阅印光的时阵，为印光介绍了一份佛学藏宝。这份佛学藏宝是由上海佛教学者狄宝贤所创办的新式佛学刊物，用学理论说、图像、传记、问答、加佛教新闻等等来宣扬佛法。作者拢是当代出名的高僧、善知识甲佛教学者，内容十分的丰富，有别于以往佛册总是予人无变化、无趣味的印象。过后年，这一番再来佛学藏宝，目的当然唔干那是介绍予印光熟悉，伊搁较要说服印光。将伊多年来研究佛学的文章笔记，刊登伫咧佛学藏宝里。因为发表文章这么上界平凡简单的代志，却会替印光惹来无尽的浮华虚名。而这正是印光生平上界无佮意、上界过气。印光只想要远离吵吵闹闹的尘世人群，过着简朴清修的生活。无出高何年的意料之外，印光果然真正唔同意。任凭高何年再三苛刻，也拢无路用。就伫咧高何年准备要放弃的时阵，伊的脑海中突然出现一个灵感，就随脱口而出讲：“法师，地藏菩萨”要发大悲愿，地甲微空
誓不成佛，众生堕尽，方证菩提。如今伫咧即个世道衰微、人心混乱的末法时代，法师为了维护家己的名声，而不愿甲众生分享文字破折的法喜，安尼要如何提倡正法正信？要如何受福慧命？要如何接引众生入极乐净土呢？当高浩年的话，在了印光的心中掀起了滔天巨浪。伊手里的鳌仔一个提无在，落伫了涂骹破去了。内心的疑根也对了断去了。高技师，你莫讲啊！我印光只感觉见笑，实在是惭愧不已啊！印光哪讲，目头也哪夹起来。最后，印光尾啊同意和高浩年查找伊三篇的文章，分别是《宗教不疑混乱论》、《净土法门普披三经论》、《加如来随机而生千经论》，肯定伫咧符合全部，并且附上条件，绝对袂用你用印光的名字发表，所以。高浩年就以印光总是常常讲起的惭愧两字为灵感，好了一个上惭愧经作为笔名发表文章。这三篇诗句优美、意义深远的文章，一个刊登出来了后，果然造成轰动，大家纷纷探听，这上惭愧经究竟是什么人？要哪会有这么好的佛学见解？那呢？大家敢会联想到这是印光无？更加侪精彩内容，请静待下回分解。